回来了。嗯，天哪，你又买这么多东西啊？舒如意，给你的，济州岛的橘子巧克力。谢谢。诗琪，给你买的面膜。谢谢。哎，韩国好玩吗？还可以吧，要不是因为我的护肤品用完了，我才懒得去呢。哎，舒如意，你放假的时候去哪玩了？我跟林雨金去农场了。农场？你家不就在农场吗？还去那儿干嘛？我家是农村，但不是农场。农村和农场有什么区别呀？我看你去农场，还不如在宿舍写作业呢。就是。你又弄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宿管阿姨看了不扣分啊？我一会儿会收的。你这趟国出的挺远的呀，难为你了。林雨晶，要我说，你就是脾气太好了。不能总是忍气吞声，要是有人欺负你，该怼还是得怼。还有10分钟就关门了，发消息他怎么都不回，他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怎么样，还是不接电话？快点快点，要关门了。那我们分头找吧，找到了互相说一声。好。你们每次都骗我，你们自己说这是第几次了？酒店都订好了，你们人呢？人我找到了啊，你们就先回去吧，放心吧。是不是所有事情都比我重要？工作永远比我重要？我不想听你们解释，你们就是没来，你们根本就不在乎我。我刚刚说的话你是不是都听到了？你别哭了，宿舍还有3分钟关门，不想被关外面就赶紧回去。走吧。哎，林雨金，今天晚上的事儿你不准告诉别人啊。我说了又怎么样？你想多了，刚刚在外面我什么都没听到。再传给我。哎，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啊！去农场玩就算了，拍那么多好看照片干嘛呀？你把何素兰给高兴的，玩啥了那么开心啊？这也不上课，你做卷子呢吧？沈娟说她大舅最近不去店里了，我去店里帮忙啊，不耽误时间。哦，真是建爷的好同桌呀！啊，你呢？一会儿做完了给我抄一下，就当是弥补一下我没有跟你们去玩，受到10000点暴击的幼小心灵，怎么样？哎呦，我的天啊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哎，你跟顾夏之间发生啥了呀？她现在一直看你啊。是不是闹别扭了？需不需要我出马给你们调解一下？嗨，我就是喜欢为同学服务。他今天一直盯着这边看，可能是因为你嘴上沾了个菊花瓣。
来，你坐啊。林玉京，嗯，我想问你一道题。你说。嗯，就是这个。这题你应该是单词记混了，你可以试一下老师说的那个联想法记单词。我很 appreciate， 嗯，所以我应该给你 a plus， 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这学的挺快的嘛，哦，你再回去再领悟领悟就可以了。好，我再看一下，谢谢你。没事儿。走吧。林玉金，你没完了是不是？你先去食堂吧，我请了假回家一趟。好。你还笑？你答应我不把我的事情说出去的。我答应你什么了呀？你不逗你了，你的事我没跟别人说过。真的？真的。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困难，而且家长的决定很难改变，这些我都知道，所以我不可能把你的事儿说出去，你就别担心了。哎，嗯，你得给我立个誓。那我发誓，我要是把你的秘密告诉别人了，那就罚我以后所有的秘密都被你知道。谁要知道你的秘密啊？誓我可是发了啊，放心。